彰化縣慶祝107年青年表揚大會，19号在彰化演藝廳表揚社會優秀青年、大專優秀青年、甲中等學校優秀青年，總計有96位，來自彰化各地區、各界、各行各業的優秀青年代表，以及各學校遴選推薦的優秀青年學生，彰顯彰麗因優良德行甲傑出的成就。我们在推动各项建设，交通建设、前瞻性建设，还有绿能的建设，也就是刚才主席所说的，我们在致力于降低这个污染创造我们洁净能源，这个过程需要各位的投入。如今毒品泛滥的社会，我们更要秉持着青年坚持自我的态度，勇于打击毒品，拒绝毒品。这次非常感谢说就是有机会可以来参加这个青年优秀的代表，然后也有获奖这样子，那也很谢谢就是我的阿姨有栽培我在就是社区公益这一块这样子。透过青年节表扬大会，表扬来自各界在基层推动的青年、社会优秀青年、大专青年、中等学校以上的优秀青年，作为社会学习的模范，关乎50000青年朋友会当充实家己的本质学能，负起建设家乡的责任，担起时代的责任。公益频道彰化阮彰化采访报道，关怀电台台语配音。